我们目前种植的小麦呢，150亩呢，长势相当不错。目前我们就是一年地稻作改良的那个土地呢，一般达到了就是2天的标准了。 开始到研发中心了，又研制了7个耐盐碱品种，针对我们新疆这个干旱与半干旱地区，研发中心计划着我们在大约来这3到5年之内耐盐碱的那个品种，再推广到我们这个新疆地区。